像我张震，爹娘在世之时，与丞相金冲之女牡丹小姐时有订婚，不因亲王驾崩，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。不料岳父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。他命我在碧波潭畔操堂功夫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呀，也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，好不怀门生意。
作声，万事作数去吧。
要吃阿牛鸡。满脸水珠何处来？哎呀呀呀！我怎么在门外睡着了你？你是谁家幺娘娘？有夜到书房，他问我是到书房，再叫我修人大大求难答。你是谁呀？我呀，他为何成为我女呀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呀？莫不是花妖世君夜迷神，变作了美女来害我读书？莫非是谋代小姐到书房？小明儿虽叫谋代，却有愧国色天香。
呀呀呀，古人是牡丹小姐来到书房，小生未出月影，有才呀是有才，不怪啊是不怪。小姐，小生书房见礼，何不到月下当坐？小姐，请坐。请坐啊！我有，我有啊！咋了？小姐，请啊，请坐。呀，好一位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小姐耶，小姐。我张灯远道来留情，梦有不明，我在碧波台北公主位，我长发是生的张玉真乃是无缘难把龙女娶，今晚都怪小姐来莫非眼前是梦境，望卷孤灯百人回，窗棂内谁人离，孤苦凄凌无人问，牡丹此情心不安，应是我夜闭双睛太难寻，小姐咋了？七宝贝金钟珠冠藏郎龙女问，小生是一家还是家道平，光明的灯龙福宝
来讲难做过，每代用多别粗心，但愿得夫妻欢愉常。